竹下演绎法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一期的竹下演绎法。首先，让我们先有请老 K。主持人好，大家好。K 你好，这个我们下周就是不是下周了吧？还有两三天的样子的话，就大选的投票就正式要结束了哈。当然之前已经有很多人都已经投完票了，但最后几天的话还是挺有意思的。从现在的这个新闻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这次投票的这个人数确实还是很多的，说是有超历史记录哈。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民调也一直在出来，有一部分民调是认为就是川普的落后的这个情况越来越就是没有那么落后了，之前拜登领先出十几个点，然后现在说就差一个，然后现在也有这个比较权威一点的民调说川普会赢州拜登这个一两个点哈，所以他等于就现在这个最后一个礼拜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当然其实从我这边来说的，我也希望美国大选赶快结束，赶快这个出结果，感觉如果不出结果的话，好像这个其实全都绷着哈。所以从您这边的观察来看，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个预测，就是从目前情况您会觉得谁当选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这个是，我想起来那个是韩乔生吧？还是那个大嘴那个是大嘴，他有一句名言嘛，他说这球应该算进，裁判说没进，这个结果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结果。我想呢，我最担心的一点呢，就是那个建制派，所谓的这个建制派呢，他会采取很多这个技术手段来技术犯规，或者是采用技术手段作弊，然后导致一个就是说跟事实不符的竞选结果，会有大选结果。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讲呢，我觉得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因为你在一个州可以作弊，你在两个州可以作弊。如果你说大面积的作弊，或者说比如说在这个重要的几个摇摆州作弊，那么这个露馅的可能性更大，这个难度也很大。所以呢，我们现在暂时呢还是要把心放下来，要相信群众，相信要相信美国的这个传统的，一个是它的这个政治制度的政治制度的长期的经过历史检验的这个制度能够稳住，能够充分表达民意，这是第一。第二呢，也不要把这个敌人或者说这个民主党呢想得太厉害，特别是建制派，他们的这个主要是口炮比较多，真正能落到实处，可能他们连这个具体操作的人都没有，所以呢，我们也就还是要放下心来等待这个竞选的结果。他们最多在技术上进行一些阻挠，比如说这个开票结果还没完，他就一直就说这个还有票没点出来。然后一些这个手段说制造一个说到1月20号都没有这个真正尘埃落定的这个结果，然后最后就造成一个什么法院在最高法院这个开庭审理啊，然后扯来扯去啊，双方都不承认这个都不肯承认失败，最后由佩洛西来接管这个政权，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就是说太过于相信这个元老院的权威，而不相信罗马人民的这个力量了，是这样一个情况。OK， 对，是这样哈，就关于这边大选的情况哈，然后其实阿姨之前也谈过一个观点哈，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认为2016年的这个川普的就是获选的话，主要是因为之前那些不投票的人出来投票了，就是在没有在全球化里面受益的那些人出来投票哈，像威斯康辛那些地方，所谓的锈带地区，然后他认为过去的四年虽然经济非常不错，然后就业岗位也就增加了不少，但是这些基本都还是在这个在比较发达的地方，然后华尔街那边市这边都比较好，跟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他并没有把一些工作就业岗位会带回这些锈带地区哈，盖在中国的还是在中国，虽然作秀的搞了一些这个工厂，所以他认为这次他这个川普有可能会丢掉这些这个摇摆州。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这个问题其实你要看几点，一个是说川普他是历史上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能把竞选承诺加以实现的一个总统，这个是美国人都认可的。第二点呢，不要太这个轻视，就是这个希望给人带来的力量。也就是说，我如果说我看到了，我上回说过，就是说如果你看在你隔壁的地方了，这共产主义都到南京了，那就离我们这边就不远了。只要你给他这样一个希望，确确实实在某些地方，有大规模的这个就业的改善，甚至就是说每个月的这个就业数字都在改善，或者自己身边的这个就业的情况都在改善。那么不管你是说这个铁锈带的实际根本的情况有没有好转，那么只要说打了一针激素下去，大家这个面色红润了，那肯定大家主观感受就会好很多。那么在这种有希望的情况下，大家会进一步的向这个正面的方向去努力，而不是说就停下来。确实这次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按现在的投票来讲，比如说德克萨斯佛罗里达说这个投票率已经现在的投票数字已经超过上一届的了，就是那么就是到投票日那一天呢，可能就是说整个的数字可能会超过达到历史上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说明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广大的这个选民呢，就发现被这个政治呢一向是被这个政治精英集团所把持的。我们过去是很相信他们，就是他们的这些动作。那么这一次我们发现说，哎，感觉第一就是在川普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说，感觉他们是不是在骗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就要积极出来投票，选一个我们自己这个支持的一个总统。因为之前大家都在说我们这个我们的工作被 outsource 了，然后这个全球化，就好像那个小说里面说的这个外洋大轮船呐、啊，什么进口的大米啊，离我们很远。那我们粮食卖不出去是实际现实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大家说你们是不是在骗我。那这个时候我不管你在花言巧语说什么，我就要表达我的观点，我不承认你的这个所谓的你说今天我们是虽然表面上很吃亏，但是辩证的想其实我们是占了大便宜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说法，我们就凭直觉做事了，就是说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就这么干了。那么现在这个美国这一次的这个竞选的这个动作，就是投票的这个投票率就看得出来，就沉默的大多数都要纷纷站出来，是要决定这个美国的未来的前途和命运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OK， 所以沉默大多数以投票出来投票的话，实际上是不是还是应该对川普更有利，对不对？因为我看他们说佛罗里达开出来的话，已经这个，你说已经是川普已经赢了。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么说，就是说如果是按照马照跑舞照跳的这个逻辑呢，那不会是有人去出来去投票，因为以前没投票，那我现在也不用投票，因为是还是原来的这个格局。但如果说大家充分的想发生一次，就是按照这个奥巴马以前的这个口号叫 change 嘛，那是奥巴马提出来 change， 他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但是这个川普是做出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改变。那么为了维护巩固这个疗效呢，那么肯定大家会更加积极的去采取这些措施，而不会是坐等这个天堂的到来，是这样。明白。是这样哈，就是正好昨天的时候我还读到一篇文章，就是我为什么要读这篇文章，是一篇英文文章，然后他写到就是他的标题很有意思，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该怎么对待失败的这个川普的支持者。这个，当我一看说，哎，他为什么已经觉得川普这个已经这个失败了？然后我点进去 ，OK，然后他提到的就是川普的支持者都是比较激进的啊，就是比较这个比较 radical 的一些，就是，然后呢，他觉得这个川普一定会失败，然后他认为川普失败以后，对川普的支持者，他们应该就是要友好的对待他们啊，不应该就是。应该就不应该就把他们当做敌人哈、啊，然后还举了历史的这个例子，美国在一战的时候赢了以后就走掉了，所以才造成了二战以后的这个造成了二战，然后在二战以后的话呢，帮助日本和德国，所以才怎么怎么样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时听完以后，
话，我觉得我非常的崩溃，你知道吗？因为看完以后，因为我在过去一段时间以后，过去一段时间，我经常这个 Antifa 哈，就是个左派这块，尤其在这个左派这个州哈，就是在这个加州啊，然后在这个俄勒冈州更严重一些哈，在西雅图这边也有这种什么自治区出来了，他们基本还是属于破坏秩序啊，然后打砸抢烧店铺什么之类的。然后啊，那这个人居然把话这个反过来说啊，反过来说是创的支持者，他们才是这个可能会这个破坏秩序，所以我非常的崩溃。那回过头来就是，这个美国他也在为哈，就是选举日的这个前后发生一些这个暴乱或者袭击的可能性做一些准备哈。这个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所以您认为就？如果要是川普当选的话，这个安提法会不会进一步的有行动呢？他会不会进一步的就发生一些这个打砸抢的一些行为呢？那如果川普当选了，安提法这个组织，他以后会不会在接下来的四年就是进一步的有就是更激进的行动呢？按照这个英明领袖拜登的说法，安提法不是一个组织，是一个思潮。但是他也确实说到一个点子上，他不存在一个严密的组织去组织一个有效的暴动。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之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黑命贵的运动，它更多的是一个人群在经过了这个一个疫情的恐惧和这个lockdown 的这个就是这个封锁的这个压力之后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扭曲的释放，是这样一个社会心理效应，叠加了一个就是你给了他的一个理由，就是所谓的黑命贵也好，是什么也好，你或者现在说现在的打砸那个Philadelphia 的这个打砸，你可以说是 Black Friday 提前了嘛。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说鼓吹使用暴力，但是他们对这个如何对这个对暴力的真正的掌握是从技术层面和这个组织层面都是完全不可靠的，因为暴力最重要的是有限有目标，然后是去迅速的执行。他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Antifa 和这个 BLM 这些人，这些奇形怪状的人的这个手中是掌握不了这样的一个现象的。也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你要不要看这个 downtown 里面的情况，而是看这个广大的这个suburb 和这个 rural area 的这个情况是怎样的。那这个地方的人口是最多的，相反这个 downtown 不像在中国啊，都是这个大城市集中了主要的人口和最高精英的人口，在美国是刚好相反，越是这个大城市的中心地带就越是我们不能说是劣质的人口，我们只能说是说相对来讲不那么主流的，然后是没有那么多这个凝结力量的，这样的它不构成整个社会的一个稳定器的作用。那么在这个在广大的 suburb 的这个社区里边，它是否能够会遇到这种安提法的袭击，或者说有本地人有这个郊区的人口人群去上街去搞这个 BLM 的这些运动或者 Antifa 的这些运动。我们现在看到的报道主要是在 downtown 里边就比较混乱失控。所以呢，而且还有一点，在 downtown 里边没有社区的联防和这个自治组织，或者说这个自治组织没有那么强大。这也是这个本身美国这个 downtown 的这个社会治安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综合起来来讲呢，反倒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城市的这个downtown 的这些所谓的打砸的这个情况，看起来是很触目惊心，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天下要大乱了。其实就按照这个共产党的说法，有300万解放军和什么多少多少这个8亿农民支持共产党，天下就不会乱。我们把这个话用在这里，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换一句话说呢，如果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党他要想再一次的这个造反啊，就比如说像南北战争那样造反，我推演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南北战争是存在一个蓄奴州和非蓄奴州之间的这种矛盾，而且还有一个是州权和联邦政府之间的这个联邦政府权力的这个矛盾。但是在现在来讲，他就是民主党他想要
要发动一个所谓的全面的美国新的内战，他连这个着眼点都没有。他是准备在各大城市的这个downtown 里面设立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 commune 呢，就是公社呢，还是怎么样？他是说哪些州是属于这个啊，这个比如说是支持中共的，或者支持这个全球贸易全球化的州，哪些州是一个袖带州？那演算一下，最多就是形成一个这个太平洋沿岸共和国，然后一个美国东海岸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然后中间的这个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全部都是这个这个传统的美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势力。你如果说你画条线，最多就是你能想象出来写这个小说，就是那个 High Castle 的这个就是那高堡奇人的这个小说，他大概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来画的，但是这也是非常勉强的一个联想，因为他确实在各个州来讲的话，你要想说跟这个进行全面内战，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挺有意思的。不，这老说这个就是美国分裂的这事情，或者各个独立的话，其实我那个我父母在大陆那边，他们还挺积极的在跟我说这个事情。可能我不知道国内有这样的这个宣传哈，但是美国确实现在看起来还是挺分裂的。那我换一个这个问题，如果要是这个民主党这次把就是他翻盘了，这个川普没有连任，拜登去这个当选了，当然确实之前也有过这样的这个就是预测，他们觉得会有这个蓝色浪潮啊什么之类的。那样的话，接下来的四年会怎么样呢？所谓的 Antifa 也好，还是 BLM 也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就消停了，不用再搞什么事情了？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你开了这个头。你就不能停步，因为这个所谓的就是这种进步主义，就好像就是类似于，我可以把它归结为是一种美国的二战之后的婴儿潮和它的这个大规模的繁荣造成的一些这个整个一代人两代人的这种巨婴心态，他觉得这个全世界都欠他的，然后他想怎样就怎样，而且他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实现他想要的东西，也最后到了这个奥巴马时代所谓的这个小学的厕所都不能分男女了，或者是怎么样，你就说你认为你是男生你就是男生，你怎么样，这个就是把这个基本的人的这个心理的认同的底线全部击穿了，但是同时呢你又不愿意付出任何的一种代价，比如说你说这个黑人他的这个命就是命啊，或者是怎么样贵，那黑人他是否就是他主张这些权利的人他是否去付出了这些代价，我们是没有看出来的。你就说按照美国的传统吧，我不是说美国的左派或者右派的传统，但至少美国人的传统是不太相信说拿这个免费的东西，拿别人这个白给的东西，什么东西都要靠自己挣。这个是虽然你说是左派右派，但是你相对于中国人来讲的话，他全部都是通通的右派，也就是说通通不相信这个白拿东西，或者说免费的这种福利，或者说白抢的东西。但是呢在目前这些思潮当中呢，就有一些人真的就是凭空抢了。你说这个耐克鞋跟你的这个种族压迫有什么关系，对吧？你说林肯真子和白人至上有什么关系，都没有完全任何的关系，他只是说老子不爽，他就是这个阿Q 说的，就是我要革他妈妈的命，反正就是。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土谷祠求给我所有的这个房子给我烧了，都东西都搬到我土谷祠里，就叫革命。只要是不满足于我的这个想法的不满足于我的欲望的人都是他妈的反革命啊，他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你把这个魔鬼放出来之后呢，你在这个如果你再想把它收回去就很难了，因为这帮人他会得寸进尺的一步步的往前推。你现在觉得是很激进的事情，先到时候可能就看来是一个基本的操作手法，要更激进的就是我进你的这个联邦的储备银行去搬你的钞票，搬你的黄金，这个全世界都要分嘛，都应该分，然后干活呢都应该是你别人干，都应该谁有觉悟谁来干，我们就是他妈的负责这个精神上给你们指导的这样的一群人，所以这个一大爷养出来之后，你拿他没办法，
所以这个如果民主党当选之，就是这个拜登当选之后就很困难，就在于说拜登明显就是一个老年痴呆的状态，他没有办法去当一个真正的履行他的职责，而那个贺锦丽这个就是一个投机，怎么说呢，就好像是一个积极入党积极分子突然被校长看中。让他去当一个副校长，然后这又没有政治经验，然后又是一个投机分子，还有点这个小人得志的样子。你说让他们这样一对这个活宝去当去做这个行政上的首脑，那简直是开玩笑。那最后这个政治就可能会被这个两就是被民主党的主流派所暗中操控，也就是形成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克林顿政权。克林顿王朝、奥巴马王朝以来的这个脉络，也就是他们背后的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控制了整个的这个精英集团，控制了整个的这个美国的国政，这个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因为即使是在这个罗马共和国时代，格拉古兄弟失败之后，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贵族非又不是看起来又像是贵族，但是你又实际上不是贵族，这种政治暴发户的这种出身的人控制，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嗯，明白。OK， 对，我还想再谈一个这个阿姨的一个观点哈，她提到的就是，如果要是拜登当选，就是民主党当选的话呢，当然会对中国那边就会有所松绑吧，或者是这个态度上比较好一点。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反而会让这个中国的内部的这个斗争可能会更加激烈一些，然后反而会促使这个习近平开始杀人，然后呢，并且也让习近平那边跃跃欲试，就是反而会让这个局势发展的快一些。然后如果要是川普当选的话呢，这个一直采用比较这种高压的措施对中国，反而对这个。还反而对中国内部相对会稳定一些。那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我感觉阿姨还是明显会偏向这个民主党啊，民主党这边。您觉得是像阿姨这样说的，这会这样发展吗？就是民主党当选的话，中国那边反而会更加，就是会更加乱一点。我是发现阿姨确实最近几期表现出来比较倾向于拜登。对，当然无所谓了，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拜登就民主党对这个移民的政策比较宽松嘛，那么很多人可以搭便车嘛，阿姨自己又说自己是游士，游士肯定愿意在一个就是连这个总统都是游士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去干，这是最好的。当然这个话说回来，这个我们不能去以动机论去评论，那么这个事情就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这个，赵国，我讲赵国的历史可以吧？赵国他被这个四个就是智氏嘛，智瑶带着这个韩国和魏国去灭赵国嘛，灭赵国那个围了这个晋阳，就是太原城，然后这个就他们就放水去淹这个城墙，淹这个城。但是呢，那个淹的时候，这个城墙就开始要崩塌了。但是历史上呢，历史上后来有人评论说，这个城之所以没有真正的崩塌，是因为你淹过之后呢，要放水，这把水放走，就是让它再干，这就是不能一直拿水泡着，要让它干。一干呢，在太阳一晒呢，这个城池就崩塌了。所以呢，你就是这个策略就是什么呢？你先要给它一个外部的强大的压力。然后再稍微再放松一点，让它内部起变化，至少让这个改革开放派干部看到有一线希望，说不定能弄什么这个再去弄再去活动活动，说不定还有救，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才会把这个内部的这个矛盾充分的激化，因为你所有的力量全部压在这个整个的共产党中共身上呢，他们只好团结一致，因为你投降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团结一致的去对外干了，所以确实是这样。但是总的一点来讲，习近平他之前没有杀人的话，他之后估计也杀不出来，他没有这个，他没有第一是没有这个，他可能有这些想法，但是他没有真正能够给他动手的人。就是他我你会不会是像曾庆红、温家宝这些人呢？我怎么印象中好像一直在说这个敢不敢动温家宝，但好温
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在极端的情况下，你把人逼急了，可能先掉脑袋的不是对手，而是你自己，因为他在你身边安插了什么人，你是永远不知道的。嗯 ，OK， 这个是最可怕的。嗯，所以您认为就是这，您认为改革开放干部还有机会翻盘吗？这个就看这个，如果是拜登上台，或者说这个川普连任之后，就当然就是下一任总统他如何采取这个措施。你是说想把他一股脑拍平呢，还是说想在内部起毛起这个起变化？这个策略其实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而且美国人在历史上来讲，他一向是拥有这方面的经验的。也就是说，要么是用强力给你干掉，也有这个用这个内部矛盾来解决。这个在美国刚刚建国之后就已经在外交上已经开始使用了。就这两种手段都使用了， okay， 所以这个并不是很大的问题。OK， 对，那老 K， 我这边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个人当然希望是川普当选了，就是共和党这边，然后因为对共和党理念还是比较认可的。如果要是共和党就是川普继续连任的话，他在下一个四年，您觉得他在政策上会有什么变化吗？因为就像您说的，他可能已经实现了他的一些承诺，或者可能还有些事情没做完，但至少他按照他的路线再继续走。那在下一个四年的话，他也不再寻求连任了，然后他的政策上会有什么变化吗？有没有可能也给中国稍微松松绑啊，然后照顾一下内部的利益啊，然后让大家看到一个就这个这下一个四年，或者他也不太在乎我连不连任了，我该干什么就猛干什么之类的。您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川普的他下边后边四年的动作跟取决于他真正去竞选总统的这个动机有关系。那么真正的想法呢，他还是我认为他还是处心积虑想干成他想干的事情。至于说为谁为什么家族啊或者为钱呢、啊、这个都是对他来讲要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很多，根本没有必要做这么大的这种牺牲啊，对他来讲其实是一种牺牲。实现政治抱负是肯定是首要的。那么在后边呢，我觉得他会更加成熟。之所以这么说呢，他在之前的这个外交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也被民主党去攻击，就是说他跟这个习近平啊，跟这个金正恩啊称兄道弟啊，说是朋友啊，这个比较怀柔，他是一个就是一个商人的这个举动，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我先跟你在商的话，那我先跟你搞好关系，然后再说第二步的，这个就没有政治上的这种敌我矛盾的这种意识，就或者说没有这个战队意识，没有这个被人抓住把柄。那么而且还有在这个疫情期间呢，他又说这个中国的疫情呢就跟这个习近平讲客气，说比较同情，出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然后呢就是说一些漂亮话的这种目的啊，说习近平说了这个事情这个疫情并不严重，然后就是一个大型的流感，然后说我们采取的措施也不够果断，因为这个事情这个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考验，因为除了说认知上的一些问题之外呢，也确实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种能力说采取一个必要而且是有效同时是经得起推就是经得起这个政治上的这种冲撞的这种措施。所以无论是谁在上面你必然会失分的。相反来讲的话，你如果看过僵尸世界大战的话呢，你会知道朝鲜是一个最适合防御这种僵尸或者传染病的国家。因为那个僵尸大战里边说了嘛，他说朝鲜你不就是那个僵尸被传染人之后咬人嘛，咬人完了之后那个人也变成僵尸吗？那还不简单把所有活人的牙齿全部拔光，你就算传染了你也咬不了人，我看你怎么传染。他说这个全世界唯一一个控制疫情的就是朝鲜，这个话其实大家看电影不注意这些细节。这个事儿你说放在中国身上，其实你说对不对呢也不一定，因为你这个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没有人任何人知道。但是话也说回来，如果你在一个民主国家你干这事儿，没有人会成功的。
所以呢，他这政治上的不成熟呢，在下一任总统当中呢，肯定会显得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全给纠正过来。我认为他会采取更加激进和这个果断的手段，而不是那么怀柔的这种跟你做生意的这种心理来做这些事情。之前是可能他觉得是生意上的问题，现在就可能讲的是这个敌我矛盾了。OK， 那经济方面呢、嗯？你觉得他还会不会在乎这个股市，嗯、还在会不会在乎这个中美贸易这个逆差的问题、嗯？他还会在乎吗？股市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你在乎股市，你想让它涨，它就能涨；你让它不跌，它就能跌。这个只是说，就是说你包括华尔街再牛逼的人，他也没有办法去做到说控制这个股市。因为这是一个第一是这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混沌系统。第二，它是一个这个股市的这个指数的表现，它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这个问题，同样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混沌系统。你只能说我采取某些手段可能会对这个股市有帮助，但是也可能会采取发生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方向。无非就是说你这个钱从哪来，然后这个钱往哪去。他控制这两个方向其实比这个股市单纯的股市指标的这个维护更加重要。那么在美国来讲呢，他无非就是说美国的钱会不会继续回流到美国，或者全世界的钱是继续往哪里走的问题。如果这个钱全部都是到了美国，那么股市自然会上涨，或者说美国的经济自然会增加。如果这个钱全部都跑到中国，那这个就是风口上的猪，怎么样你中国以后经济会增长。所以呢，其实它应该更重要的是这个贸易的逆差、顺逆差的问题，而不是这个股市的问题。Okay, 明白了。好，那看起来这就是我们这个在大选前的这个最后一期节目了，然后看看这个最后结果怎么样吧。然后今天非常感谢老 K 的时间和这个观点，也感谢能够收看和收听本次节目的观众、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周再见。好的，再见。We'll be right back.